我非常非常感谢，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，因为我觉得这种支持是一种动力，是一种认可。那么我们在做体操表演当中，除了我们自己去赢得荣誉以外，除了追求人类的更高、更快、更强以外，其实也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欣赏，因为我们是一种表演。如果大家认可了、欣赏了我的表演，我就更希望用我的力量去鼓舞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在我这里看到、学到，然后再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，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一个表现。我未来呢也会持续的，向大家去沟通，去互相交流，然后没准有一天我又会重返体操赛场。是有那你么一说。天的，是吧？不，那肯定有啊！我不可能回去说我原地退役了，我不会这样的。